起了。哎，怎么平时不见你穿这个衣服呢？三小时前。起了。哎，你没有衣服穿吗？我这不是穿着的吗？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看你平时就穿这两套衣服，你没有其他衣服吗？我有啊，大鲁哥，我有很漂亮的衣服呢。漂亮衣服，但是我没见你穿过呀。那个不是谁都能看的呀。哦。大鲁哥。嗯。你想看吗？我啊。嗯。想看啊。想看，但是要穿那个衣服的话，去新娘那里把脸上画白一点。去哪里？新娘那里呀。新娘那里把脸上画白一点。嗯。你说的是不是化妆啊？嗯，对。啊，就是化妆。那去化嘛。但是要去镇上。镇上是吧？嗯。那我送你去。真的吗？对。大鲁哥，嗯，等一下，我化了妆过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拍美美的照片呀？啊，没问题啊。我想拍美美的照片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去山顶上拍。那上面吗？嗯，那里风景很好的。哦，也行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去镇上化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吉拉，化好了吗？快过来。大老哥，嗯，我这衣服好看吗？你说话呀，大老哥。哇，真好看，不但衣服好看，人也好看呀。真的吗？吉拉，哎，怎么平时不见你穿这个衣服呢？因为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呀。哇，结婚时候才穿？嗯。那为什么今天你也要穿呢？因为我今天心情好呀。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打耳洞呢，就是为了戴这个是吧？这里风景好美呀、啊，叫山美、水美、人也美。这套怎么样？哇，这一套也很好看啊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前面那套好看还是这套好看？我不知道啊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套好看还是？这一套好看，吉拉，哎，包给我吧。没事，小龙回农场的时候跟我说了，啊，你的膝盖有老伤，上山下山都不方便，还是我来吧。哦，好吧，那行。大鲁哥，啊，前面有就是一个村庄了，哦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要的山货吧。嗯，好的，行，走吧。这什么？这是老山姜。老山姜是吧？嗯，对，这是他们，不是种的，是他们在山上自己找的。哦，上山去找的是吧？对，然后晒干了，切成片晒干了的。这个我就是经常在找这个东西的，这个海拔高点才地方才有。他们要卖不？问一下。要，那从咱们这儿采的。哎，40。40啊？40贵了吧？你跟他说一下，便宜点。哎，行，你要说，他们40哪里卖？他们在街上，哪去街上卖呀？街上卖40是吧？你看说一下吧，你说街上，你要走路啊，坐车下去，是不是？我们上来上门服务，让他便宜一点。是吗？你说吃饭不到的吗？不是吃饭不，你看他吃的啦。啊，那一定是买的。看他们能不能够谈下来。对，吉拉说30。这个吉拉还有生意头脑呢，还知道砍价。那好没有吉拉。那说吃饭过来，他那是口空劲的，那一个都劲的。这个什么？哇，这个都坏了吗？你是那个他，你那他那吃饭我个。好了没有吉拉？好了没有？那35可以吗？35啊。嗯。这有多少嘛？没多少是不是？他们拿去镇上40，我们上来是35也行吧，给他说一下，把这个收掉。这里还有百合是吧？对，是百合不太好，太碎了。你刚说这个太碎了，这个百合暂时不要。你只因为带点磨磨几个的，把这个这个什么的给你吧。哎，那什么那的啦。哎，这样子吧，哎，我们简单点，我们再去其他家看看，把他那个老三江给他称了35斤，35斤给你买了，全部给你买了哈，可不可以？不是这样的，啊，那行，
那拿秤来称一下吧，啊，啊，行，这挺好，吃起来很甜甜的。这个老山姜对那个不能吃糖的人特别好吃的。对，然后用水泡着，然后凉拌吃，挺好吃的。凉拌吃，炒肉吃的可以。对，行，那等待一下吧，拿先出来。二哥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个三七。这个是他们在山上找的，嗯，然后洗干了，洗了晒干的，哦，洗了晒干的是吧？对，你准备再吃肯定不到，哪个？他说300一斤，多少？300一斤，三百啊？啊，三百太贵了，我买过这种，品相也差不多，不差不多，下山货嘛，这种就是。你啥吧？不一个货，你说了一年的那桶米吗？两也吃吧。两元是吧？不，两元是吧？吃完不得了。你在干嘛？去了。好，我在砍价呀。砍价？你看多少？230。230啊？嗯，可以吗？你这不问一下我啊？我之前我买的是200的220。因为什么？你说。因为他说这是我们在山上找的，然后晒干。哦哦，就辛苦嘛，对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这样子，你跟他说，220嘛，按照我之前说的最高的价格给他，220。那你还蒸蒸的晒干了，到时候我来买啊！哎呀，好，对，这个是那些晒干的那个糖分的，对，蒸好了晒干我来买。马上吃几百个。你问他哪里来的这个？妈妈就是是不是那个？有，给他送过来给他。在山上找的，是吧？在哪座山？你问他。哪处？啊，你要去的是这个啊？那个啊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那这个给他称一下吧，问他卖不卖220。你这个倒不便宜。那行，那称一下多重啊？行。那这值得了。这个干了差不多。你有几个？拿秤嘛，拿秤，要拿秤。对，过去吧，其他你帮他去称一下。大鲁哥。嗯。我找到一个挣钱的好方法了。什么方法？就是去山上找那个野生的老山姜。去山上挖是吧？对呀。那你知道哪里有吗？这山高一点的地方都有啊。哦，高山地方都有是吧？对。哇，这些山上。哎呀，跑出来了。那你这个也挺辛苦啊，很危险，知道吧？没事，我能吃苦。啊，吃苦，我知道你能吃苦。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以挣钱的，知道吧？什么方法？啊，比如说，你看现在农村里面，这边稻山里面有很多山货啊、农副产品啊，你可以像我这样挨家挨户的到处去收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我也不会呀。哎呦，你不会？你没发现你现在正在和我一起做这个事情吗？你有空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，我带着你啊，只要你有时间，你愿意，知道吧？这很简单的，做做就会了。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吧。也行嘛，那什么时候我有空的时候，我约你，然后我们去山上去找一找，看看到底辛不辛苦，是这样收辛苦一点，还是去山上找辛苦一点？可以。我给你带点那个你没吃过的水果，你在大山里面嘛，很难吃的这种甜的水果哈。对，甜甜的。可甜了，知道吧？嗯。哇，这叫甜甜果。嗯。可以吃吗？可以说很甜很甜的，对，想让你试一个，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你这个老六。